球入门小知识之犯规篇，那就是一个典型的推人犯规，第二种进攻犯规，这就是进攻犯规，第三种防守犯规，这就是防守犯规，第四种打手犯规，打手啊，这就是打手犯规。最简单最高效的一二的过人，你知道该怎么演吗？一原地练习，注意身体的晃动。二脚步练习，脚步往一侧试踏。三强化练习。下面四个动作每天练习五组，让你成为球场上的控球大师。学篮球，关注我。